大家好，我是我阿红，欢迎到我们台泥微影的第18集。我们今天来介绍的是 Toyota Camry 2011年的台湾警车。我们今天很久没有拍片了，我们就来开箱吧。微影的台湾警察车，我们之前有介绍过一台 RAV4 的9928，然后它可以开门。今天 Toyota 泰尼微影的 Camry 警车就介绍到这里，拜拜。